最后一个录像啊，叫做承蒙厚爱，送给每一个点击过这个录像的人，点击过这个录音的人，你们辛苦了。送给每一个游客，感谢呢大家的关注，大家的收听。那么这首词呢送给每一个人，因为始终都要知道作为一个主播是谁给你的这些东西。也感谢大家，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我的 YY 频道是861。大家可以来看我直播，加油！一首《承蒙厚爱》送给你们。我本该在现实努力工作，好好学习，然后平平淡淡的度过一生。承蒙厚爱啊，因为你们的支持，有了片刻的精彩。用了整整四年才走到你们面前，嘴角笑得很甜。你好，我是小飞燕。用了全力去拼，用了四年光阴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功勋，只是没忘初心。如果没有你们，我又会是何人？这辈子默默无闻，然后去那人海沉沦。承蒙厚爱有你，陪我输到彻底。乱世多少英雄喜，哪儿你却在这里。没有那些荣耀，也少了一些尖叫，但是你没去要，哪儿是陪着我笑。第一百首另类，那每一首都心碎。也许我的路不对，那幸好有你赔罪。如果我能辉煌，谁会陪着我狂？现在整整一万行，再换到你在身旁。承蒙厚爱你在，陪我赢到失败。想要出手词还债，却写不出个大概。对不起让你失望，我没有那么的棒。我和他们不一样，他只是一个原创。笔下江山王位已经写到了岁，只写了三年另类，却换了一句不配。那年我心比天高，也抬头望了九霄。这一战要断了刀，那不枉白走一遭。留下了一道痕，又有谁会听闻？谁或谁是另类神的十年后的枯坟？因为我某次失败，你或许已经不在。请别走得那么快，那等我给你还债。你说我生不逢时，却没说自己不值。会不会写得太直？这首送给你们的词啊，感谢你愿意来支持这个不怎么优秀的我，感谢你愿意听我喊另类，感谢你愿意收听我的作品，感谢你们承蒙厚爱啊。